韩国社会正进入一个一加一的兼职时代。가사노동에지친몸으로가정을벗어나다른일터를찾아나선주부들퇴근뒤새로운벌이를찾아밤거리를헤매는직장인들앙증맞은수제품들가까스로아이를재우고잠을쫓으며만들었습니다两年前独自一个人来到首尔工作，二十四岁的金金豪，白天在 IT 公司上班，当天色渐晚，他还有另一个身份。보통이제일주일에다섯번정도평일위주로하고있고요주말에는다른알바를또하고있거든요그래서일주일에5일평일로해서보통9시부터12시까지시간을잡고있고요下班后做代驾司机，周末休假时间也全都花在兼职打工，牺牲娱乐休假所换得的成果是一个月平均可以多赚到100万韩元，大约是28000块新台币。像金金豪这样白天上班晚上兼差打工的上班族逐渐成为新常态。韩国经济不振走向长期化，年轻人就业不容易，中壮年则是面临解雇危机，但生活费、房租甚至是育儿支出都在持续上涨。韩国一般家庭负债比率正在快速增加，根据统计，2018年第四季家庭负债与 GDP 的比率已经达到97.9%，全球最高，较2017年增加了3.1%，也显示负债率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已经出现警讯。전반적인경기상황이악화되면서사업자금및생계자금에필요한가계부채가늘어나고있고요이러한가계부채의증가는추가적으로경기에부담을주면서경기하락을가속화시킬위험이커지고있습니다于是单身上班族开始寻求第二份兼职，一度因结婚生子而退出职场，30到40岁的年轻妈妈也积极地寻求重回工作，但现实情况并不容易。京畿道义政府的这个跳蚤市场看起来很不一样，在这里摆摊的全部是邻近社区里的年轻妈妈。다시좀일을해보고싶은생각이좀들었거든요네근데원래저는강사를했었는데아이가둘이있다보니까그게좀힘들어졌어요네다시취업하기가힘들어져서제가좋아하는일하면서이제조금씩경제적으로도움도되고韩国女性一旦中断工作，想要重新找份正职并不容易。根据统计，30到44岁女性的雇佣率平均还不到60%。这一间咖啡跳蚤市场成为回不去职场但又想补贴家计的妈妈们开创副业的一个实验场。아기낳기전에는각자이제직업들이다다양하게있었는데아이들을낳고나서는이제일을그만두고육아에이제전념을하다보니까서로이제힘든것들을공유하고이러면서여러가지이제새로운것들을시작해보자即使是退休族群，60岁以上的大神主妇们也开始重新走出家门，想要找一份工作。特别是因为最低工资连续调涨，在小吃店一片歇业声中被迫失业的大婶们，过去高龄就业多半选择到小吃店打工，但现在最热门的是道府的家事服务。家事达人培训班里有超过一半是50岁、60岁以上的资深主妇。过去在自己家里做家事或许不用那么讲究，现在想要走出家门接案，年过半百的资深主妇们也得要重新投入学习现代的清洁专业技巧。培训班也透过手机 APP 平台建立了预约派遣系统，协助资深主妇们接案。一加一兼职工作形态成为对抗不景气年代的不得不然。